不尽，感动无限，怀抱社会，祝福生命，恩典时刻，星期一，恩语之声，车儿，陈恩明，欢迎大家一起收听我哋今晚呢一个嘅特别嘅访问。我哋今晚有一位系家户叫做咩话，即系全香港无人不识嘅我哋一个嘅前辈，都系后生嘅前辈啊，麦基啊，基哥，欢迎你，基哥，欢迎你，多谢多谢，多谢你响今日即系咁热嘅天气啦吓，都山长水远嚟到我哋呢一个嘅数码港呢一树同你分享。咁又唔系山长水远，不过咧就首先咧我好声明一下咧，就系我抱歉，因为今日咧我先两日我系感冒，所以我把声咧未能够完全复原啊，希望将来发声好翻咧，我再有机会嚟一次同大家分享。通常啲人话咧，呢啲声先至多咗一份嘅磁性噶嘛，咁啊分享下啦，即系我谂，即系比较近我啲辈嘅人啦，嗬，可能就完全唔使介绍啦，可以咁讲啦。咁啊啲远我好多辈嗰啲咧，譬如车儿嗰啲咧，使唔使介绍啊？车儿，车儿就梗系唔使介绍啦，因为我之前都做过电影嘅幕后啦，咁所以喺我哋嗰行里面咧，其实咧基哥真系无人不识嘅，同埋之前我都做过一啲嘅 project 咧，系去睇翻以前嘅香港嘅历年嚟嘅电影啦，咁所以咧喺当中咧都睇过好多麦基叔嘅一啲嘅电影嘅。你系叫麦基叔啊，我叫麦基哥啫。系咁唔同辈分啊。咁其实最为人熟悉嘅电影咧，就系《玉女春情》啦。咁里面啊麦基叔咧就做呢个阿飞嘅角色，佢系第一代嘅阿飞嚟。唔系飞哥正传咩？第一套第一代。系啊，第一代我仲有一个咧叫东方占士癫嘅称号添啊，嗰阵时系，所以系即系对我嚟讲咧，今日能够去访问到阿麦基叔咧，我真系觉得好荣幸。系系，或者请阿麦基叔都分享一下啦，即系你嘅青春岁月，你嘅青葱岁月系点样嘅情况嘅？即系未入行之前，我讲起上嚟咧就真系有段故，就麦基可以讲得。是可以真的可以讲得是阿飞的 icon 来的了，知不知道？没错。讲到阿飞麦基自然就第一个。咁就在我那个时代呢，粤片根本呢就没有阿飞那个角色的。是。就最厉害的就是二世祖。佢花花公子啊。哦，即是你呢就将我哋呢由呢一个嘅东方即是传统嘅二世祖。带咗入去西方，吹咗啲洋风入嚟。係啦。咁呢其实阿飞呢一般人嚟讲啊，就喺我嗰个时代六十年代，就佢人话阿飞喺我的角色啊，通常呢屋企大把钱。嗯。就我呢揸跑车追女仔。我见到嗰个靓咧，我开缝嘅，开缝嘅。啊 ，M G 系咪啊？唔系 M G 有 Triumph 啊。咁咧，但系咧，佢要乜嘢我乜嘢我都俾佢。人做嗰度嘅嘢我都俾佢，但系嗰个女仔咧，永远唔中意我嘅。系好多套电影都系咁。永远一百个冇一个中意我嘅，为咗呢一点啊。原因系乜嘢？系啦，原因咩啦？嗱，我又问下你哋啊。好。原因系咩？你讲个理由俾我听。嗰阵时咧，你嗰个角色系有少少反派嘅感觉嘅，通常都唔系。我追你嗰阵，唔住啊！唔系我嗱两个我都推翻晒。我追你嗰阵，我冇喺你面前做任何举动系不规矩、不规矩嘅。我亦都冇喺你面前做一啲即系不为鲜为人知嘅事。全部正正当当一心一意中意你嘅，其实是一个好嘅阿飞嚟嘅，不过系身潮咁解啫嘛，系咪咁意思？你可以咁讲。不过就因为人咧，就睇你外表咧，就已经唔中意你。
嗱，我嗱你嗱你啊，即系唔你冇事，你咧就要我叫懒叻，通识教育啦，而家搞教你哋先。好多谢。喺我哋嗰阵咧，六十年代，全香港最艰难嘅时候，最艰难嘅时候啊，喺六十年代啊。咁我点解我中意个女仔，冇个女仔中意我咧？咁第一，佢咧。又话你啊，又花心啊，咩咩都冇。其实嗰阵咧，我系做个咩前卫嘅年嘅青年。嗯，即系我即系有啲咩新嘢咧，我中意啊。你咧，你揾一样嘢箍住我咧，我就唔中意啊。就好前卫嘅角色。我嗰个阿飞咧，并不是话阿飞就系坏人咯。我系一心要中意你，点解你唔中意我？我同导演讲。导演话冇理由噶，麦基。但系而家呢个时代，我哋咧只系鼓吹一样嘢，自力更生，要靠你自己去闯你自己嘅世界，闯你自己嘅天下。当然，爹哋屋企有钱唔系一个罪过，但系我哋唔保姆呢样嘢。与其言你嫁俾一个即系穷书生。或者娶一个穷等嘅女儿，我哋咧咁样总比嫁一个或者娶一个有钱子弟女儿好。即系话你当时拍嘅呢个片啊吓，都系鼓励人要自力更生。冇错，所以咧你就不幸成为一个牺牲者，点都冇人中意嘅。系啦，呢个哦，明白。就系咁啦。就鼓吹呢一点。嗯，咁我想问一下咧，麦基叔啊，因为其实我哋后一辈嘅听众咧，可能咧都未必知道咧，阿麦基叔咧系点样入行嘅，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系点样入行？系啦，其实呢个电影里面嘅呢个人咧，同你自己嘅家庭背景系咪有相关联噶？冇，一啲都冇。咁讲我入行咧，又系好新奇嘅。嗯，我入去邵氏系。大约我个即系几多人报名咧？考第一期呢个邵氏训练班演员，大约3000人到。第一期啊！第一期，我嗰个 number 已经1580号啦。系哇！咁咧就即系其实系我自问啊，即系好肉酸我，知唔知啊？个样啊，即系一只猪咁啊，知唔知啊？唔系好有型咯、啊。有鬼型咩？系点讲？咁我呢世人咧？讲上你唔会相信，咁我而家做戏 OK 啦，一般都公认麦基识做戏啦。嗯，但系咧我咧系极度绝对怕丑嘅人。嗯，我系好内向啊，好内向嘅。我老豆话我唔系男人嚟嘅，因为点啊？我饮都惊嘅，佢饮都惊嘅噃。即系惊怕生保人。系啊，一见到生保人隔篱有个女仔，哇！你唔讲冇人知嘅。我直头唔识讲嘢嘅。系好啦，咁就。到我中学毕业，中学毕业之后咧，就考入去澳洲树梨大学，考入去读机械工程。我中意机械工程，老豆咧唔俾我去。咁啊，边个系都系系人都希望望子成龙啊嘛，系咪？我考入乜嘢都冇麻烦，冇麻烦屋企，老豆系唔开水喉，唔俾我去。佢你。澳洲读书做咩？好似有冇搞错咁读书，冇去做工程师咯？做咗工程师系点啊？咁最后我要搵钱咯，养妻活儿咯，啊！咁佢哋个 bottom line 都养妻活儿啫，系嘛？我而家咁多生意，点解你唔帮我做生意，悭翻个4-5年 ？No， 我唔即系你本嚟系1580嘅邵氏第一届嗰位，系咁啊！另外咧就系、是、呢个 UST 啊。雪梨系啦 ，University of Sydney 系好啦，我咁考入去，老豆唔俾佢，唔俾佢咧，咁又结果咧唔俾佢，就考入去邵氏，考入去邵氏一个急转弯，一个急转，由工程师变咗做演员，好啦，咁但系咧演员嗰阵咧就正式有搵人教啦，咁又唔知6个月我记得，好辛苦，朝头早9点到。到夜晚11点，咁又到毕业啦，考试，咁有甲乙组两组，我咧就系乙组最拉屎嗰个，
差唔多，越早最拉屎，男仔啊，咁就考试啊，奇怪，考试嘅人咧，我考第一名，夹越早夹埋，夹越早夹埋我第一名，咁啊，咁第一名咁啊，梗系留啦，哇，三年之内，两年几啊，两年啊，嗰啲男仔一个都不留，一个个走晒，就剩翻我同林鹏。所以第一届如果今日香港人识或者世界上啲人识嘅咧，就系、是、林鹏同埋麦基。系啦，嗯，好啦，咁呢个其他走晒啦，嗰啲名我都唔记得啦。咁喺呢个时期咧，咪即系半真空咯。咁咧就调咗我去拍国语片。嗯，咁我咧就于是咧，我咧就因为咁咧，我有机会拍咗12套国语片。呢个国语片咧就一啲都唔前卫啦，全部净即系。好好书生啊，冇啲嚟啦，好啦，咁喺嗰呢一段时期咧，吓任过我导演话麦基，你系因为做考试嘅人咧，就考雷雨啊，你听过冇？听过，嗯，周朴元咧，老贵咧，个个后生仔做晒，嗰老嘢冇人做，麦基做啦，系嘛？吓点样做出嚟咧？导演话麦基。你是天生老角，天生老角。但嗰阵你好后生啊！系啊，24啊！佢话横掂我哋都要请人噶啦，唔好话以后老角你做啊！哎呀，咁你点反应啊？去日本啊，拍咗四套戏，都系主角嚟噶。嗯，四套都老坑。哎呀，拍到我完啦，拍戏咁辛苦，我唔做啦。佢苏黐住晒，食饭咧就连苏都爬埋入口，知唔知啊？哎呀，我瘦咗30磅。嗯。咁话我顶唔住，顶唔住。咁翻到香港，咁就经过一段时期啦，跑四度呢、這个真系直落四度多到弯嚟。咁又叫编剧，师傅啊，俾阿麦基拍下后生仔戏啊，唔得啦，佢系天生老角，佢做老人家先得，点解唔得啫？佢本身就后生啊嘛，你俾机会啦咁。咁佢话。咁嗰度咁佢话下一套咩嘢啊？下一套叫做咩咧？女非贼王啊，5个字嗰套嘢，咁又欧家伟嘅嗰阵，咁就女非贼王啊，佢啲主要角色有定咗未啊？定晒啦，咁仲有咩啊角色啊？歹徒，嗯，歹徒反派，咁佢话俾个歹徒俾阿麦基做，点样试啊？即系试我做后生仔，第一嗰套戏，全部几多咧？7个镜头，集，冇用咯。所以都几坎坷，我要训练，然之后出嚟老角，老角完之后转一转就转咗大角。嗰啲系叫做咩咧？就养兵千日，用才一招，有机会仲搏命咩？系咪？系将自己。尽量所学嘅嘢表演出嚟，我一讲试片嘅人到试片啦，咪喺试片室睇，写我啲好我啫，7个镜头电影好快嚟嘅，就过咗去噶啦。咁嗰阵系啱啱咩？荷里活有套戏啊，就喺香港好卖得，就阿飞正传啦 ，James Dean 啊。咁啊，一睇完嗰度睇完试片出嚟。咁就嗰导演嗰啲编剧就话：，喂，师傅啊，呢度阿飞正传老爷，佢不如我哋开啲咁嘅戏路啊！我阿飞啊，咁啊，阿飞好啊，几好啊！佢话咁边个做阿飞咧？佢啲编剧话：周思禄就极力嘅推荐，麦基，咪知。上海人有冇麦基，得噶，我头先睇佢7个镜头，得噶，佢做得阿飞噶，佢真系做得噶。于是咧，摇身一变就做咗阿飞。咁咧就一做咗阿飞之后咧，哦，点知真系好鬼死埋座嗰阵。嗯，咁啊，一条戏咧就继承咗阿飞啦，仲望占时癫啦，6000几样嘢。咁呢个就跟足你一生啊？跟足我一生。系。对你有乜嘢嘅好嘅影响咧？即系除咗卖座之外啊，就可以讲得咧，
对我自己来讲呢就特别的影响就没什么。不过就是这个角色啦、就因为你做戏一般来讲呢就好人呢就应该的。做好人应该的。你一歪一点的话呢就认为你行不正的了。但是呢阿飞呢就好新颖的这个角色啊真的好奇嘛。什么都可以表演得到嘛。咁就我对呢个角色相当好，同埋你点去创造个角色咧？你学啦，啊，即系你个唔系话噏就做到噶喎。我真系做老人家，真系担张凳喺天星码头学佢老人家行路噶，真系咁阴功噶，啊！咁阿飞自己谂咯，模拟咯，模仿咯，啊，点可以有啲动作，即系嗰啲一般人冇噶咯，啊，咁又都系。都学嗰一套咯。咁呢个转变咧，即系我觉得啊，基哥啊，麦基叔啊，转变真系好大啦。由本嚟工程师啊，呢一个咁嘅底子，结果咧就成为阿飞。咁到底即系佢跟住落条路点样行咧？可唔可以我哋听翻首好歌翻嚟咧？然之后再听下麦基哥佢哋嘅前路系点咧？好，一阵见。什么都可改变，唯独合他意愿，只要祈求可得见。是他，什么都可改变，唯独在他里面，一切完全不缺欠。他将水变酒，关顾病忧，眼很能见，颇脚能。走他，将你我改变，凭他，将这世界改变，全凭他，可将一切改变。遇上他，令你一生可改变，从事祸福正在前，你定会得恩眷。令你一生必改变，纵使绝境似在前，你定力得光线。故不需自叹，不要自卑，不再自我，不去自卑。他将你我改变，凭他将这世界改变，全凭他将这一切改变。感动无限，怀抱社会，祝福生命，恩典时刻，星期一，恩语之声，车儿，陈恩明，又翻翻嚟啊，麦基叔啊，咁啊，
饮翻啖水，唞翻上条气，辛苦你啊！今日要你讲咁多嘢，系啦。咁由呢个准工程师嘅训练咧，变成一个即系当日应该系叫做大红大紫噶啦。由呢一个嘅阿飞正传就一炮而红吓。咁啊，呢个继续讲你嘅历程俾我哋听下啦。讲到呢一点咧，我真系怀着好感恩嘅心。一般人嚟讲咧，即系我而家当普通经济啊。嗯，一世人你话有可以造就几多个不同嘅职业呢？一般上嚟讲，我据我所知，通常做咗几十年，然之后退休咁咪一份工咯，一份工啦，系嘛？咁我咧再回顾一下我嘅过去。苏花嚟讲，我今年77岁，孖七吓，孖七。我一共咧做过咧就三种唔同行业。嘅职业，哦，第一个电影，嗯，出嚟拍电影，我拍几耐咧？大概拍咗18年，都18年，18年唔简单。但系18年电影入边咧，就有拍300几套戏，咁系咪盆满钵满啊？唔系，可以睇佢观点与角度，不过就所谓盆满，有啲我认为我有1000蚊，我已经盆满啦，系，咁就好难讲。不过咧又系。我唔好讲盘满盘满，讲成功失败，成败得失。好，咁啊，麦基拍电影，你话我成唔成功咧？咁我唔讲，成唔成功唔系你话或者我话啊。但系算唔算失败咧？我绝对唔承认我失败。嗯，阿布里德维，我唔承认失败。另外，差唔多去到有中国人嘅地方，又有广东人，有中国人嘅地方，就有人识麦基噶咯。系啊，咁。唔算失败啊，系咪？梗系啦。我20年，唔系即系唔知，所以中国人好奇怪。18年另外一条好汉啊，咁啊今喺拍完电影，咁我咧就拍20年，18年就去美国。我去美国咧就主要话哇，我呢世人都拍电影。咁如果冇人揾我拍嗰阵点搞咧？不如好问题啊！趁后生，仲喺38岁，仲系啊，开多条路都得，40岁啊！于是我想去美国睇下有咩好做，就预备去个零月嘅啫。点知一去咗20年，做咩？我乜都唔识啊！除咗拍电影，咁啊，我就都有啲艺术家嘅思维啦。咁又拍电影都系艺术性好浓厚啊！咁我就开花园，开个 nursery 啊！即系美国嘅 nursery 咧，就系有佢细路仔，佢即系照顾儿童嗰啲有 nursery 啊。唔系花园嘅 nursery， 系花园，系花园嘅 nursery， 即系园圃嗰啲啦。系啦系啦，花园嘅 nursery 就同香港啲唔同噶啊。即系而家香港啲叫 florist， 即系嗰啲卖嗰啲植物啦。花园街嗰啲，花园街，但系美国嘅 nursery 系全部有嘅。所有种植关于农科嘅嘢，全部有。嗯，咁啊好开心咯。系好多嘢噶，地方好大嘅。地方好大噶。好啦，咁我开 nursery 嗰阵咧，我只系识一种花啫，就系玫瑰。嗯。哇！嗰人啊入到嚟，喂，我要买咩咩果？我你嗰啲咩嚟噶？嗯。我要买乜？喂，咁你嗰啲咁简单嘅嘢，你都唔识，点开 nursery？ 啊！我系简单，但我新啊嘛，你可唔可以教我啫？不如你教我，你种花系咩花？你要买啲咩？我担保你，下一次嚟一定有。我就人客要嘢，我写低晒，同佢订咁啫。一路咁教下教佢，于是者我咧做 nursery， 跟住咧就做呢、這、一个设计。嗰阵时啱我电脑啊。哇！咁咪00286咁，哇！只嘅135碟入去厕所，出完嚟仲未捞完嘅啊！咁样，咁我睇下电脑点威化，于是我学识到咧就写电脑方程式啦。嗱、啊，咁咧就整完之后，咁就同人设计啦。喺美国设计点咧？你设计好翻啊，通常一间屋起咗，侧边佢都有烂地啊嘛。啊，咁你就将佢咧 convert 佢做。做咗 landscaping 之后系点样画手晒，咁、哦、印俾人哋睇，你 blue 几多钱？系咁啊嘛，咁我咪用得着咯。啊，于是乎咧，
就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，一路学一路用，一路一路咁学，又做咗十八年。园艺设计师啦，系啦，做十八年。环境设计师啦，哇！做完十八年，系咁嗱，我喺美国咧，嗱，再翻转头，我头头一读完书就预备去美国读书，啊，老豆唔俾我去啊，啊，咁我就好话好听，新鲜滚热辣，就系日求夜求，我又发咗个梦，梦见耶稣基督。梦见世界末日嗰、那个间嗰、那个日子啊，几多岁啊？嗰阵时嗰阵都系廿岁咯。哦，廿岁咯，就发梦。诶，我诶保罗南校读啊嘛，啊咁都系基督教专啦。啊，咁但系咧老豆唔俾我去，咁我就喺唔你唔俾我去唔紧要。啊，我发梦发到世界末日嘅凄惨啊！啊。嗯发到又见到天堂开打开个天堂靓到不得了，于是咧我就日求夜求，早午晚三餐求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你感动我老豆开水喉俾我咪去咯，系咪？点知佢唔抽唔睬唔理，于是咧一开始对耶稣基督嘅信心啊，由100分 drop 到零分。我而家有不得应允啦，系啦，我又唔系要去做贼，吓、我读书啫嘛，老豆有水，咁你都唔感动佢，你个乜鬼嘢神嚟噶？好啦，于是乎咧就以前有耶稣基督嗰个名字啊，仲喺个心度啊，自从经此一役之外咧，冇晒，全部冇晒，一铺清袋，一铺清袋，嗯，好啦，咁啊入咗电影啦。哦、入咗电影界咧，咁啊一路咁啊去到咩咯？点知就入咗电影界之后，再去做园艺啦。喺你20年入边，我系呢一世人未有试过咁凄凉，未有试过咁 down。点解咧？因为我家庭搞得好差。嗯，自己嗰、那个，自己嗰、那个。嗱，你离开电影圈移民美国啦，咁你系唔觉意就留低晒咁耐啦。咁嗰阵时已经结咗婚啦，结咗婚啦，有几多仔老哥？嗰阵咧有两个仔女。哦哦哦，嗰阵就第二次结婚，第二次结婚，但咧我系人生入边啊最痛苦嘅时刻咧，就系你20年，亦都影响咗我。翻后期啊，影即系而使到我今时今日啊，去为神去工作。哦，就系呢十年辛苦到我咧，最后欲哭无泪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嗱，你嗰阵时系做紧呢啲园艺嘅工作，环境上听落又唔错啦，又帮人屋外边嚟到设计啦咁，但系自己嘅屋里面咧就系乱七八糟啊！乱七八糟不嚟嘅，我哋明白啊，牧师。我哋做人其实咧，我咁嘅年纪，经历东西半球住几十年，系我哋人追求嘅系咩嘢？其实咧好简单，你话名利有固然之好，冇名冇利并唔代表吓、你唔成功噃。我有名有利，就我最辛苦嘅时候吓、我人追求就系内心嘅平安同埋喜乐。如果你冇嘅话咧，系冇意思嘅。知唔知一家人个个平平安安，咸鱼白菜都好好味。咁当时发生咩事咧？点解会即系咁简单嘅家庭生活，又做咁好嘅一个咁正当嘅行业？咁有咩因素可唔可以讲？可以，冇咩秘密噶。一个人咧，两夫妻是但一个变，你都唔会觉得开心噶。好话唔好听，一般上嚟讲。即系俗世俗啲嚟讲咧，就通常滚啊男人嘅专利，通常啊。但我喺美国掉咗来，我老婆去滚，我反而咧戆居居。咁你嘅心点得平安咧？点得开心？同引起其他好多纠纷，你知唔知？哦，日以继夜系咁样笨白嘅，咁你有咩意思？即系我希望得到嘅。
唯一的平安，唯一另类的畅通，个开心冇。但系我想对唔住啊，基哥，你话问乜答乜啊嘛，我又想倒翻转头问少少。你话嗰次系你第二次嘅婚姻啦，第二次。咁你第一次咪好后生嘅时候结婚，即系未去美国之前嘅事啊？咁就系已经系嗰段出咗问题。就嗰段出问题，我住美国。原来咁哦。嗰段咧出咗问题咧，我又唉话点系啦，离开呢个地方啦。嗯，我去美国。去美国以为咧，再可以再真系好地重新开始，即系重新开始啦。点又系唔掂？嗯，吓咁啊，直至到今次翻翻嚟，咁啊做原艺做咗廿年，咁我就喺二十年咧，我的确体会咗好多，即系感受良多，好辛苦，明白到神啊，真系要好话唔好听，要锻炼我。经我透头碰着行落，即系我越撞得越陷得大力咧，我就越更加明白到神嘅心意。咁嗰阵时点样会令你谂翻起所谓神咧？你话耶稣基督已经一铺清袋啦，咁你在美国辛苦嘅日子咧，反而你意识到需要神啊？就我咪好辛苦，咁就。你话点解会意识到神呢？咁又好奇妙。神呢就我不嬲同神讲，我系天父。就我话我呢世人，即系我未正式清袋之前嘅最后一个祷告。我话我呢世人呢样样都好。我仲记得喺深水埗浸信会。哦做礼拜，我入去个个祈祷，我都唔知点祈祷。总之总要祈祷又咩？佢上个唔同，上个唔同啦。我天父，我而家好开心，但系咧有一样嘢使到我好唔开心，就是、我头成日痛，因为我细个跌亲啊，俾同学揈大山绳折我，跌咗落地下，晕咗，醒翻，第二朝翻屋企。唔系翻屋企瞓觉，第二朝起身，床单被铺全部都系血。于是咧，我有一个不治之症，就是、我头痛，痛得好交关啊！咁我而家咧，名利人哋追求嘅，我已经有。嗯，拍电影咁鬼死红。系啊，三百几。样样有。我但系，如果你能够将我个头痛医好咧，我真系快乐过神仙。讲完之后，跟住散会礼拜，一出到门口，咁啊点情睇下头痛咧？大太阳一望一晒住我咧，三分钟之内咧就痛得好夹弯噶啦，乌鸡脚高唔得，揈唔得，拧唔得。咁你拍电影你冇动作就死噶啦嘛？仲要你要做下飞嘅喎、啊。唔系，即系咁啊，好多动作啊。系咯。好，咁日日咧系头痛啊。如果唔头痛嗰日咧，就即系例外噶啦。于是翻出去礼拜堂，喺太阳底下，咦，有异样感觉喎、哦？咩事咧？啊，系、哦，我头先头痛入去噶、哦，而家冇头痛，系咪真系咁醒啊？咁灵？嗯。于是咧就喺太阳底下做平时唔做得嘅动作，一日做晒，一日转波，一啲都唔痛。嗯，咁咧就人咧又咁，当你咧自己以为好威嘅人啊，撒旦嚟啦，攻击你啦，撒旦点话咧？傻仔，你真系耶稣医好你咩？系你自己啊，个 immune system 啱啱开，知唔知啊？你自己个免疫系统啊，而家医治自己医自己医好嘅，唔关耶稣基督事噶啊！你啲佢啲 credit 唔应该俾耶稣基督，系你自己医好自己嘅。嗱、啊，做人点能够呢个三心两意啫？点能够忘恩负义啫？你啱讲完而家就好翻，仲话唔系？啊，总之听我讲啦，冇唔系啊！耶稣咧，到下个礼拜要去礼拜堂。撒旦点话咧？我都叫你唔好去，唔关耶稣基督事。点解你系要将个 credit 俾佢啫？嗱，我话俾你，
你唔好去礼拜堂，咁咪点啊？咁咪就可以知道系耶稣基督要你，因为你自己好咯。佢如果系耶稣基督要你嘅话，你唔去礼拜堂，佢头一定痛，佢罚你啊嘛，啱唔啱？咁咪点啊？诶，咁你佢求医好一个你一次，你再求佢认错，佢咪医好你咯，冇事咯。但如果你唔去严重嘅话咧，就证明系你自己医好自己嘅。人梗系懒噶嘛，梗系拜你度啊嘛，唔系，不果然冇痛。一个月、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一个月、两个月，过咗几耐咧？即系耶稣基督医好我个头痛嘅 credit 100分，抓到0分，但系几耐咧？系一定过咗一年12个月啊！有一日 ，all of a sudden。头痛翻翻转头，正如圣经所讲，你好地，我医好你，唔好再犯罪。如果翻翻转头嘅话咧，比前更甚，我就比前更甚嗰只，痛到我啊，阿妈都唔免得。好啦，麦基有度好，就系咧，我将啲字就知衰。知衰呢样嘢好重要，系。哇，麦基真系知衰啊！我天父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知衰。我而家好辛苦，我知衰。我应承过你，以后礼拜医好我之后，我个个礼拜去礼拜去敬拜你，但系我冇做到。所以今时今日你俾我复发痛翻咧，系应该。但系我求你怜悯，我求你怜悯。我真系好辛苦，你知道。你唔医我，我一样唔会怪你，我唔敢怪神。是我自己不合在先，求你继续看顾我，继续保守我，继续医治我。你估我一共我每日只要我记得我就这样祷告。你估我牧师，你估我求了几耐，直至到神再次医治我。你想啊，你估好难估啊，不停地求。又唔一定喎，可能一求就已经，因为好难讲噶，真系系啊，不如你讲啦，唔识得答。35年，哇，35年，直至我求咗喺美国嗰段日子过咗之后啊，我再次计算下个日子。当我喺美国仲系头痛紧噶，日日都遇上噶啦，唔头痛嗰日咧。就冇可能嘅，啊！咁又有一日，我由呢个第一次揾到我哋礼拜堂个地址，喺即系我好奇怪，我都唔知我中意广东话嘅，啊！即系国语冇问题啊，啊！英文我都冇问题，咁但系咧，我梗系去嗰礼拜堂。讲国语讲英文啊，梗系唔系几爽嘅，系要广东话先惯嘅。耶稣系讲广东话嘅，对你嚟讲，即系咁讲啊。好，咁咧就即系唔系几惯。好啦，于是乎咧，咁我当我揾翻嗰个礼拜堂之后，第一次我去礼拜堂迟咗，因为我要11点钟，通常啊呢10点半开啦。我去做贼咁啊，喺最尾嗰行啊，摄入去。坐喺度，一望翻个 altar， 望翻个 stained glass， 即系圣公会都好庄严，系彩色玻璃有十字架，系好庄严。我的眼泪系咁飙出嚟。但系35年嚟嘅第一次翻到屋企，之前就喺深水埗嗰间，而家你就喺即系其他会有嘅，即系系咁以，即系系咁以有又再出咁啊，咁就之后咧。佢眼系咁飙出嚟，咁好难睇噶嘛，大佬啊！啊，咁夹硬谷佢啊，大屈佢向入边流。咁我就翻到我就天父，今时今日我翻到你屋企啦，我以后再唔会离开你，我以后一定要继续我个志愿，希望侍奉你。我答应承你，大约几耐我冇翻礼拜堂，我唔知。
大约35年七分之一嘅时间，我冇翻到去呢一个礼拜堂七分之一。35年七分之一，咪即系5年咯。我要无条件为你做5年义工，你免咗我欠你嘅。但系你唔好计利息，计利息我计唔掂。俾唔起？俾唔起啦。我一月系咁样。我以后个个礼拜我哋翻到5年为止，咁啊礼拜堂，我礼拜堂好大，25万尺，知唔知啊？好鬼死多嘢做，咁要喺礼拜堂做嘢容易啦，系咪？哇，做日以继夜咁做，第一日，一个礼拜堂咧，我知道就漏水啊，有少少漏水，咁我咧就带啲墨西哥工人上去礼拜堂修补嗰个 roof 啊，整啲嗰啲礼拜堂嗰啲太阳嗰啲即系个防水胶啦吓。嗰日咧热到不得了，但系咧我若无感觉，若无其事，一啲头痛一啲都冇，哇好开心！落到同我教友讲，梗系啦，天父知道你个衰仔，你休咗咁耐，今次正式悔改啊！所以咧，佢医翻好你。于是乎咧，而家讲就30年前第一次同礼拜堂换嗰个 roofing。到而家冇动过，咁奇妙吓！哈利路亚！但系你之前嗰个祈祷，我觉得好感动咯，阿基哥，即系你话无论点样吓，即系你医唔医我，系咪？系啊系啊，我都会翻转头。系吓，我真系咁。系，我有一个，我真系嘅，我唔知冇得讲，我知道话我一定认嘅，我冇嘢，我自己座右铭。即系听落咧，就好似话你系好细个，即系少年时代咧、嗯，你读呢一、這个香港嘅圣保罗男校，即系搬咸道嗰间啊 ，Saint Stephen 嗰间啊嘛，系咪啊？咁你嗰阵时咧，系多多少少你都觉得自己系属于主嘅人噶啦，系啦，即系可能冇所谓啊，正正式式嘅洗礼啊等等嘅嘢嘅，即系我知系全世界同埋。呢个世界，我第一个女朋友都系基督徒，唔系佢唔系基督徒，佢系圣保罗男女校，嗯，我系男校，系佢为咗我就倾好耐嘅，好好啊，因为佢阿妈过身叫我拜佢阿妈，我话我唔会拜，我话我咧只系拜耶稣基督嘅啫，佢如果你唔拜我阿妈，我永远唔睬你，我唔睬冇计啦，就系咁冇咗嘅。所以好特别，即系基哥，你个心咧一直都系就好坚定，系归向主。系，但系就实在咧，就人嘅脚步咧，就系兜兜转，即系听落就系好奇嘅一个浪子回家嘅一个迂回曲折嘅故事咁。咁、啊、呢、這个咧就因为喺美国发生咗咁嘅问题，咁我翻翻去礼拜堂，咁咧哇！紧要啦，正正式式，即系喺 spiritual life 啊，正式开始啊。哦，咁样先开始。就系、是、换屋顶啊，换埋你嘅身份。系啦，哇！我以前啊，我话冇听，求神啊，帮我做乜嘢，要佢攞乜嘢，屁都冇放，屁都冇过。今次谂到就有，谂到就有，圣经所讲嘅。神嘅承诺啊，我哋嘅盼望，差唔多任何一个你揾任何一个神嘅承诺俾我，我都可以揾我见证去 match 你。好啦，咁我好开心，哇！个几月之内倒水咁倒落嚟，知唔知？哇！我颠覆，我顶唔顺啦，我呢几十年乜嘢都冇，今时今日你俾咁多我消化唔切。我圣公会04嘅，冇见证会嘅，系啊，我又唔能够去讲见证。我如果再下个礼拜呢，再见证冇机会讲咧，我自动 volunteer 去浸信会啊去讲。
讲你的威水法，点威水我自己知啦。咁咧，圣经当我第一次呢、這个翻去礼拜堂之后咧，医好咗我的头痛，我为咗表示我对神嘅诚意，我点乎？我上一次因为你，我应承你，我要翻去礼拜堂，你医好我的头痛，我冇做到，你罚咗我35年，我知道。今时今日，我亦都向你祷告，我差念住你。我一年之内一定要读完，一字不漏读完一本圣经，中英文。读完唔完，如果我读唔完嘅话咧，你中意点得噶啦？你中意点得？我知道你辛苦。于是乎咧，我就用咗8个月嘅时间读完呢本圣经，中英文。咁就。喺唔需要8个月嘅时间嘅，系啊，但系好多嗰啲字我识，个道理我唔明白。我打电话去圣公会问个 Archdeacon 啊，点解咩叫得罪圣灵啊？我介绍两本书俾你睇啊，你睇完呢两本书你就明噶啦。我哋死咗去啦，睇两本书先系明嗰两句嘢。你话俾我听咪得咯，系咪？于是咧。养成咗我自己咧，靠祷告啦。乜嘢凡事祷告，凡事祈求啊！乜嘢同天父讲，乜嘢同求天父、求圣灵，慢慢久而久之，圣灵咧带我去领悟圣经所讲嘅话语系咩意思。好啦，咁好 smooth 咁，8个月以后读晒之后咧，正式啦，奇怪，下昼2点几钟，我第读圣经之前咧，我就话：史天父，我呢神好坎坷，名利我有，但系 end up 咁嘅感受咧，系我所唔愿意嘅。但系你话过，你话。只要你肯相信我，你由我揸飞，你虽然是经过死荫和幽谷，你都唔要怕，唔要惊，我啲杖我啲杆会安慰你，保护你，同我亦都会吩咐我嘅使者保护你所行嘅一切道路。天父系你讲嘅，我今时今日，我麦基已经入咗个勒林，唔识揾出路啊，揾唔到出路，我求你带领我。我而家唔讲，我有冇人爱我？根本冇人理会我。天父话：全世界人离弃你，我爱你，爱到底。我不愿见一人沉沦，但愿人人得救。就系你几句说话，天父，我由呢一刻开始 ，from this moment， 我条命系你嘅。All yours, take it. 我死我都唔怕，我做咩苦，将条命交俾你啫。我只不过唔系想试炼神，我冇咁嘅能力，我亦都冇咁嘅胆识。我只系希望我感受一下有神同冇神嘅分别。好，即系听见啊，基哥即系响美国嘅嗰段生活吓，即系实在系好心里面系好多嘅。眼神，但系见到有曙光。我哋休息一阵，再翻嚟同基哥倾落去。愿你的心栽在溪水旁边，按时候结果。水旁边，你灵魂必得苏醒。无论我往多少风中失落，慈爱的主总必不舍不弃。愿你天天安于青草。
之地，主的话语句句心中铭记。愿我的心坐在溪水旁边，溪水旁边，我灵魂变得苏醒。无论过往多少风霜失落，慈爱的主总必不舍不弃。愿我天天安于青草之地，不尽感动无限，怀抱社会，祝福生命，恩典时刻，星期一，恩语之声，车儿陈恩明，车儿，我哋同基哥倾咗咁耐啦吓，即系我听见就好似由美国呢一个本嚟系新开始，变成一个伤心地。但在伤心地里面呢有一个新开始。我就觉得基哥呢真是一个好叫做咩，即是真实性情的人，亦都是夠胆将他的心声呢是向天父的面前呢是直白表白出来。是他讲得好好听，因为即是在咁长的人生的历程里面呢，我们总会有高高低低啦。但是即是在当中呢都看到神在他身上面的那种那个恩典。我想即是从这个伤痛里面走出来是不容易啦，或者是那个宽恕医治以致能够有力继续向前行。其实这个不简单的基哥。可以咁讲啦，因为我呢就总认为即係困难好多时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，但係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只要我真正要侍奉神，我再唔会理会到人嘅评价。我觉得你係有一种嘅劲喺度囉，即係可以有少少打不死咁样囉。我唔知啦，不过呢我一心为心呢，我只係要，我都话我自己係一个精兵嚟囉，前面挂个勇字牌，咁就死忠啊，护头盲头乌蝇。因为点解我体会一度喺我过去咁多年阵间再讲呀嘅侍奉入面呢，神唔係话靠牧师靠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样嘢、no。神只係 spirit。佢睇咧就系我哋嘅心，如果我哋有心帮要为佢做嘢嘅话咧，你聋嘅盲嘅哑嘅啊，帮佢，佢冇工搵到搵俾你做嘅话咧，佢反而觉得自己唔好意思啊。知唔知啊？即系所以啊，我好似我叫嗰啲弟兄姊妹，我话点解你哋唔识买天父开心嘅啫？我点买天父开心啊？呃到佢，我唔系呃。我话你明知你自己你有不第嘅，我唔系夹硬要搵啲你有不第嘅功夫去做。我话你得闲，你冇有时有困难，指耶稣基督啊，天父啊，求你帮我手啦，乜乜啦，同你搞掂咗，好，你又过桥周玩啦。系冇错，做父亲嘅啊，佢提携佢子女儿女系啱嘅，但你有冇？试过得闲啊，天父我呢人好得闲啊，诶，俾嘢俾我同你做下嘢啊，吓，俾嘢俾我同你执头执尾啊，礼拜堂咁啊，
我说你做不到或者没位给你天父心领。天父心领的话呢，你有什么困难问他呢，他另眼相看望下你，你是怎么碌借的。嗯，我想这个是讲一种的爱的关系，多过一种即是好像我们传统的信仰，是这个很大的分别。不是说报仇的问题。是也都没得交换的。没得交换。是不是你为什么我说你有一成日摊大手掌问老豆攞钱嘅啫、你俾阿老豆都唔得嘅。系借天父嚟过桥呢个系绝对唔应该做嘅事，不过虽然我哋都做咗唔少。啊、即系咁讲啦，系咪？基哥，你头先讲话你有几个嘅行业啦，先就系电影业啦，跟住园艺业啦。系啊，咁你系咪仲有第三个嘅行业？嗱、好啦，第三行业同呢个系即系好系 interactive 噶。是互动的、就是因为在美国我遭遇到这样的困难，天父第二期来突然之间改变了我所有的生活，怎知我要什么他就给什么给我，要什么给什么给我。好啦，那我就讲一个不多，你虽然是见证，即是我见证大方，我也不知道讲什么鬼嘢，是吧，就在见证入面，当我看圣经他说你未求之先已经得着了，你说好奇怪，我自己求乜嘢都唔知道，我点得着啫？系嘛？我呢个咧，我一共有三个不同嘅经验，都系关于你段经文嘅。我而家只系讲一个，咁又一开始咪成神咪俾好鬼死多嘢俾我，咁倒落嚟啦。我啲冇理由，你又冇得讲。圣公会又唔俾我讲见证，我 volunteer 第二间教会讲。好，於是呢个礼拜堂，喺呢个礼拜我翻嚟礼拜堂，我礼拜堂咧，佢已经喺度做紧嘢噶啦，即系执事啊，六千几样嘢，乜嘢做啊？我成个礼拜堂总管嚟嘅，咁就即系唔系执事，系真系执嗰啲嘢，即系乜嘢都清嘅，乜嘢都清啊！你系执事又好，执事又好，乜都系就堂委会嘅委员咧又啊，咁即系 warden 啦，乜嘢有，乜嘢做？就无事不管，咁啊，好啦，咁我今个礼拜翻到礼拜堂，咁我就今日咧，哇，翻到仔仔一堂，好似复活节、圣诞节咁多人，点解？哦，原来今日系埋咗一个月嘅周刊，叫嗰亲朋戚友带嗰啲会友带咗亲朋戚友嚟出席今日呢一个。呢个崇拜，因为崇拜完以后咧，我哋礼拜堂个副堂个副堂仲大过礼拜堂嘅，咁预备食嘢，一齐咧就分享地震如何预防地震，因为成日震噶嘛，系嘛，咁又牧师咧就一讲到咧，咁我临咁声就飙落去厨房预备饭送啊嘛，因为我礼拜堂。煮咗五年嘢噶嘛，咁又飙落去，都散堂啦，散堂中央，嗰啲人咪落咧，落去副堂咯。咁啊，个咁啊，整好晒餸，一只碟咁咪排队咁攞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坐好咗之后，牧师行埋嚟，Mickey， 我咩事啊？喂，今日个 speaker 冇 show up 喎，冇人嚟到喎，咁啊点啊？你做嘢㗎嘛，教人防地震嗰个冇 show 啊。係係。哦。冇 show 啊。咁你做嘢㗎嘛，上台做啲嘢俾人睇下囉。我都黐線㗎。咁都做嘅俾人睇。我你搵啲嘢做玩得㗎得㗎，坐滿晒人，咁人個個 expect 有人講嘢㗎嘛。咁即係你搵啲嘢講，我講咩。咁你咪諗囉。我咩都唔想讲，净系想讲见证啫。咁你咪一个人讲到够咯。我一听见我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呢个礼拜先正话，我系圣公会系好衰嘅，冇见证会嘅。原来神已经同我卖咗一个月广告，叫嗰啲人出席，临时拎起个 speaker， 就叫我上去讲。哦。是不是你未求之先已经急着了？好，这个是一件我就开心到呢，我天父哎呀，
你真系冇得顶啊，冇得顶啊，冇得顶啊！我真系冇得顶，我真系我叻到蚊啊！一路讲咁，于是我讲咗个几钟头，第一次讲断定，一路讲讲到去厨房，啊，我个地头啦，我煮嘢地头。咁结果啲人有冇饿亲啊？冇，佢有食食紧噶啦。一路食一路听你讲。咁啊，忽然之间第一个呢、這个我唔知咩啦。个人又话圣灵充满咗咩？忽然之间入到去厨房，就觉得咧，我好似回复咗婴儿嘅时代，好似被妈咪一手一抱抱住我，一抱抱住我咁样，抱住喺身度，就听见天父点讲咧：阿仔，你同我爸讲见证，阿爸锡你啊，好嘛？于是我灵咧往上飘。系咁往上飙，哎，我点解咁过瘾嘅？仲我唔系脚踏实地嘅，即系喺空中我浮下浮啊！我咁，但系我睇我自己就企咗喺度喎。我点解咁嘅？跟住点咧？原来我先明白点解我哋喺地上唔能够接受喺天国嘅喜乐，跟住啲灾啊，佢喜悦啊，填鸭咁填到条。上条颈嗰度添嘅，嗯，好开心，因为原来开心啊！即系讲咗之后嘅经历嚟嘅，吓、嗯，嗯嗯，呀，咁即系阿爸锡你啦，咁跟住嗰啲喜悦啦，啊，一甜甜喺度，唔、嗯啊、走。原来通常嘅人啊，哎，你个仔考第一啦，开心之后跌翻落去啦嘛，再降翻低，唔走之后啊，哎呀，你系嘢难顶啊！我成身打冷震啊，喺度系咁震，即系我知你就我呢世喺度会同你讲见证，讲到我死为止，我顶唔顺啦，天父，你放翻低我，我顶唔顺啦。嗯嗯，但系见耐我唔知，但系我谂咪分零钟咁样啊。嗯，但系就好似好耐啊，好似好耐。跟住咧就嗰个其他人唔觉嘅，系你自己嘅经历。嗰个灵咧慢慢往地擦下擦浸，嗯，回复正常。嗯，好啦，呢、這个第一个，咁、哦、我为咗要报答天父啊嘅赏赐，我天父，我呢世人，我一定要为你做翻件嘢，我呢世人冇一样嘢做啱嘅，我要读完本圣经，报答你，报答翻你，一年之内咪讲读圣经咯，系，下读完呢本圣经，九月。咁我就再回顾一下圣经入边讲嘅嘢，我有咩唔明咧？当然有啲地方唔明，但系大致上啊，我身为一个基督徒，个本分、我嘅工作个岗位系点样，大致上我都明。嗯，咁我就下昼两点半钟，我天父，我啊，好在今次咧冇食言，真系八个月之内我嚼完嗰本圣经。嗯，我好开心。咁就我话我咧就而家就有啲问题想问下你，乜嘢叫做神迹，乜嘢叫做奇迹？我听过，但我亦都唔 expect 有咩神迹奇迹喺我身上发生。我是什么？明唔明？我嗱，天父，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。第一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你法老王使嘅心硬，唔俾嗰啲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你结果降十灾俾佢，最后一灾人与畜一夜之间杀死晒。事实，我但系你系最慈悲、最怜悯嘅天父，我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但系你咁嘅行为，我冇办法接受。It's a merciful act。我唔系，我即系从人道立场嚟讲，我认为呢个唔系自卑行为啫。但系点解你咁做法？咁咪大家相有矛盾咯。我话天父，唔该你话俾我听，感动我，等我明白你嘅旨意。一讲完，跟住咧，咪想 move over 去第二个。我呢世人都信任，结果。俾人害到，梗系唔话佢。我呢边边个继续信人咧？咁预备去问第二个问题。
点样讲完一谂到第二个问题啫？忽然之间，嗱呢度大家咁多位听住，系天父亲口正正式式将个答案话俾我听。你俾天咁大嘅胆，我都唔敢用天父名嚟呃你哋啦，系嘛？佢点话？把声威到咧，我系呢世人未有听见过一把声啊！一把声咁权威嘅威，好似好天父啊！佢点啊？但系我做戏啊，但我可以将我答案一字不漏话俾你啫。我将佢哋摆喺一度，无忧无虑，又无痛苦，只有快乐，永远快乐嘅地方，有乜嘢唔好？佢一路讲，我一路明。哎呀，天父，使人最快就佢思想，你思想好快咁嘅。佢一路讲我明。哎呀，我真系想佢只猪。哎呀，我头都话，衰嗰个杀咗佢仲 OK 啫，冇理由个个都唔。都冇个好人㗎嘛。佢喺天父，我不论佢好与坏，我全部宽恕晒佢哋，赦免晒佢哋，我夺去佢哋嘅生命，我搞返掂佢哋嘅生命，我将佢摆喺度，摆喺乐园嗰度，无忧无虑，有咩唔好？我无话可说。於是我明啦，我明啦，天父，我明，我真係明，我真係明。个心真係讲我，我心里我天父係咁请埋我走囉。又唔制喎，留返我讲见证喎，好啦。嗯，其实基哥听你呢个嘅经验呢，当然係可以帮你叫做消除咗你对神係咪 merciful 嘅呢个睇法啦。係呀。但我諗有一样呢，就係、是、我哋都要好重要嘅，即係除咗话我有问题，我祈祷问天父，然之后我仿佛听到一啲嘅答案之外呢，都好紧要嘅，就係喺圣经里面神自己嘅启示呢，前后贯彻始终嘅，佢点样讲解佢係点样嘅。因为人睇上帝呢，同上帝启示佢自己本身係点样呢，始终都要谨慎嘅去慎之明辨。咁所以一方面我为你即係咁认真读圣经呢，就係、是、觉得係好事啦，认真问问题觉得係非常之好啦。咁我反而喺呢个法老嘅呢个事情上面呢，我又真係恕我大胆啦，就未必够胆就咁简单地接受你话你听见嗰个好权威嘅声音，咁我係咁样就係、是、嗰个嘅标准答案。因为即系呢个罗马书第九章嗰处咧，都有就住呢个问题咧，俾我哋另外一个角度嘅。不过呢个我系讲住咁多先。我唔系，我明，我明啊，牧师。我好多时咧，我样样嘢我可以 forgive， 但神嘅话语咧，我仆亲咧，我讲话系我认为，我认为啊，你有更好嘅答案，我接受你嘅。但系苏花咧，即系。神对我讲好多嘢，好多嘢，我唔能够话你咧系我听见嘅，系好 personal 啊，即系我唔能够话神就系咁 ，no， 啊，我做咗好多嘅，做好多其他嘢，啊，即系就系咁咧，无可否认，啊，我系绝对信服喺神面前咧，我一啲都唔敢反叛嘅，一啲都唔埋怨神嘅，我呢世从来未埋怨过神，从来未埋怨过神。啊！因为点解咧？神系最公义嘅，最怜悯嘅。都你有资格埋怨佢咩？你有资格话佢咩？啊！佢做你唔明白，只不过你蠢，你唔明咁解嘅。就算你聪明啊，佢话俾你都唔明啊，衰仔！我就唯有咁嘅心去对待神嘅啫，系嘛？好啊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咁样。第二个问题未讲完，我啲成日我都信任嘅。嗯，如果俾人害到，我梗系唔合理。我应唔应该继续信任？即系有限度的信任咧，唔好信得咁深啊，系嘛？就喺呢个时间。第二个神冇出声，咁你啱啱至答完我，我梗听啊，你点答我噶嘛？冇你即刻走咗去噶，咁快冇理由咁快掉去嘅。就喺呢个时间，圣灵第二个经历喺我冇办法控制底下，要我自己嘅嘴讲四个字出嚟，
一个个字咁弹出嚟嘅，俾我自己听个答案系咩咧？罪不在你，就咁去听部啊！我又明，哎呀，我真系蠢啦！呢个蠢就知天父啊，审判在我，啱唔啱？赏赐在我，我要赏赐谁就赏赐谁啊！我伸冤在我，你哋今时今日俾一杯水俾最细嘅饮，我都唔会失咗你嘅赏赐。啊！何况你为咗人做嘢，人哋过桥周板对你唔好，唔系你嘅事啊！你帮人哋嘅 credit 我写咗啦，只不过嗰个嘢对你咧，我同你申冤，你冇资格申冤啊！唔系你冇，根本你冇力啊！申冤完全明白晒，但系好奇怪，自从嗰圣灵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咧，我呢几十年从来冇见到一个人呃我嘅。嚟亲我身边的全部帮我，全部帮，唔系话少帮，大帮我。即系而家嚟讲，讲真，一百几人埋几百万咁帮我，真系帮我。大佬牧师，我点样过去？过咗去啊！你话麦基有冇名有冇利？我唔敢讲。如果话俾你听我冇嘅，呃你啱唔啱？但系咧，我冇钱剩，你点啊？所所临又所去咯，搵钱你唔使有咩意思啫？但系当我最艰难嗰阵啊，神迹就开咩咩，即系讲埋名，边个你边个去搵边个边个咯，搵边个搞掂。所以基哥嘅经验咧，实在都系好。令人赞叹的，咁我哋都系继续系去到研究一下，到底一个嘅经历咧，同埋呢个圣经全面嘅信仰启示嗰方面咧，继续有边啲嘢系可以俾我哋有空间去到讨论嘅。咁我哋听首歌，翻嚟我哋先至再继续。翻开日记，依起旧我，因此。承受千般苦楚，
这身，让热血再流，因只愿你多感动我，把我心开放，让爱意梦游，那个清风冷袖，我心甘已无憾，只知愿成为活在信心走天路，与主风雨同步，今世愿成为活在。恩典不尽，感动无限，怀抱社会，祝福生命，恩典时刻，星期一，恩语之声，车儿，陈恩明，基哥，麦基叔，真系好难得，越讲越精神，咁啊，你嘅经历咧，亦都系非常之轰动吓，咁啊，翻到嚟咧，都请你讲一讲。点解由美国翻到嚟香港？就呢、這个真系始料不及嘅。咁就我之所以美国第一就喺美国，就即系、就是、神俾咁多嘢俾我啦。嗰阵我喺教会侍奉紧啦。咁咧，我系一直咧，我系用咗五年嘅时间去钻研嗰本圣经啊。咁当然喺美国咧，即系好多时啊，呢、這个唔识嘅人问牧师咧，但系咧。好难问嘅，我甚至要打电话去到圣公会总会啊，问个会理长啊，点解点解点解？佢哋咧即系俾我答案好模糊，好唔清晰啊！诶、哎，我既然咁咧，咁我以后咧，我唔问你哋啦，我自己靠祈祷咯。一月佢鼓励你自学啊嘛，你头先话俾两本书你睇啊嘛，睇得你话问或者系咧，于是咧我咧就反而咧就自己咧就呢、這个诶呢、這个祈祷。系咁，圣灵咧一路咁带领我咁咧，一路一路咁将我嗰啲盲点啊，一点点指出晒出嚟，咁我又smooth 咁读完呢本圣经。好，咁你读经嘅同时咧，好似你都继续周围讲紧见证噶咯，即系开始咗嗰一次神拎走个讲员摆你上去讲咗成个几钟头。嗰阵咧就唔多，但系好多时都有嗰啲家聚啊啱教咧，咁、我讲。咁真系好，即系我自己觉得而家谂起上嚟都唔系几好意思。我讲一堆人，牧师讲冇人，咁即系我觉得好唔好意思咯，系咪？咁就呢、這个好啦，咁系因为咁咧，咁我咧好多人咧，即系对我讲嘅说话咧，啊系好用心听啊。咁我就咁我哋个牧师有做咩好咧？佢又牙刷刷嘅佢点咧？佢又话：呢、這个识做嘢嘅人未必识讲道，识讲道嘅人未必唔识做戏，因为佢以前发呢个剧团出身啊嘛。哦，都系广东人啊。哦，咁佢即系话我识讲道啊，但我亦都识做戏。你识做戏未必识讲道。我心就话好，我要讲道讲得好过你。唔好懒着你，唔系先讲，即系咁讲啊，即系个心啊。喂，你好似有呢一种咁嘅特质噶，即系总之咧，话你怕丑，你就去突破，就去做咗呢一个明星。唔知啊，或者系话你咩唔读书，你就劲读书咁样。即系对住麦基叔就激将法。唔系即系，你用我以前读书喺学校读书，四十人我梗考二十个廿五嘅，咁贱格噶。我话冇垫底啊，都唔系系啊，用得上呢个字啊。但我点啊？我如果下个学期开始，我考唔到三年内，我跳楼死咗佢。啊，好在你考到，考到真考到啊！啊，仲六屎啊，揽狗咁啊，好啦，再讲翻美国。好啦，咁啊，神俾咁多恩典俾我，咁啊，慢慢领略到咧，应该咧，我要将呢个福音。就话我得到福音咁好啊，知唔知啊？我要将呢个福音嘅好处传遍地极，正耶稣。我哋应该互相鼓励，系啦，讲多啲，能够。所以我咧，我话天父，我话咧，我而家要改变主意啦。
我呢第一年离开咗香港二十年，我要返香港传福音。我虽然唔系识几多，但系呢都总算勉强小学毕业啦。咁够啦，最紧要大人信耶稣，你再教佢㗎嘛，係咪？好啦，我话我要返香港。咁就只要我返到香港，你一定会为我开路。因为过去咁多年落嚟，你全部同我开晒路，冇理由我返香港你唔同我开路。但我有条件喎，天父。我话我去香港呢，我唔能够买晒喺美国田地返香港报道㗎。我返香港搵份工，几钱一个月我唔知。但係我要搵足够嘅金钱应酬应付我所有开支。第一。第二，我每个月呢，我每一个礼拜我都希望最多呢做两日或者三日。最多赚钱的工作，定是讲福音的工作？不是，赚钱的工作最多做两日。是福音工作呢就无限期要做。是咁啊，但是我应承你，如果有福音工作有赚钱工作，我一定讲福音先。我情愿俾公司炒鱿鱼，我都唔会唔做你嗰份。第二、第三，我离开咗美国廿年，香港廿年，我话。三几十年冇翻香港，搵一两日探啲老朋友，倾下偈，行下街睇戏，食下嘢，好应该嘢系嘛？咁嗰度又一两三日啦，同埋我都做咗几十年嘢啦，咁都好攰啦嘛。咁你又俾我休息两三日，咁同你做两三日工咪 OK 咯？只要你愿意，买都得噶啦。于是翻到嚟香港，好多记者啊，又啱啱有颁奖啦咁个，咁啊。俾呢、這个嗰、那个基督教报纸咩啊？《时代论坛》访问，哇！访问我，哇！过百几次，同叫嗰张报纸落咗去马来亚，就马来西亚神召会第一个请我嘅人过去报道。咁于是咧就报道开始咗我的报道生涯。哦，就咁嗰阵咧冇乜人识我噶嘛，要两个麦基。啊！我上个台讲啊，一脚踢咗落嚟，死飞仔何人讲到系咪？咁啊，结果咧啊，咁又唔系，叫我拗烂脚，吉中明我识啊，吉中明嘅，系识。啊，吉中明，喂，边个揾你？你唔得闲揾我啦，系咁。咁佢啊又介绍多少俾我啊？咁由嗰阵就环球电台又开新节目《夜尽天明》，咁我又上去做。一路路做，越做越勇，我总之咁散咯。哦，几多年前啊？十八年咯。翻咗嚟香港十八年噶啦。十八年咯。哇、哦，咁耐啊！我十八年系冇停过。系。所以我哋冇停过，我亦都好感恩。我喺十八年，本来我系唔背，即系神嘅恩典。我冇记录嘅咧，就系十三年；有记录嘅就五年，即系大约几多人信耶稣？从零三年到零，而家一二啊，呢九年啦、啊，唔系到零八啫，我病啦嘛，我带咗4660多人信耶稣，哇，带成5000人，唔知4660几，依系6440几，系啊，未计都冇啊，佢冇 record 啦，有啲无名噶嘛，系啊，唔系佢衰在佢死死。佢 fax 嘅写落去自己发会走噶嘛？嗰啲热感应纸摆得耐系会全部入晒电脑，全部入晒电脑。天上嘅记录唔会咁噶。我唔理佢。我而家我牧师，我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我几次都话噶，我天父，我有几多赏赐我唔知，我而家唔在乎，真系唔在乎。我喺地上。我本身是罪，做得嘅就本身就系唔好。我要有一个咧，一个 good start 就系点咧？全部 rinse off， 全部干干净净，我从头做起。你只要俾我上得到去得噶啦。然之后一路好好地走完最后，系啦，无论几长，系啦。咁你个咧，原来我呢一世人最后 wrap up 佢咧，就系、是、几十年前我要读书，神俾我读，就系、是、佢以为我个大仔。安排紧你一条路，所以回顾呢一段路啦，唔好讲话一生啊，就系、是、你睇见咧神嘅恩典，神嘅爱，系咯，
同埋我睇见你嗰种嘅火，嗰种嘅专心，即系基本上系一个有承诺嘅人啦。嗯，即系至少对主嚟讲，你系应承佢嘅，你就会搏命咁样做落去，尽晒一世努力咯。系系、啊，即系我唔得嘅就我低能。嗯。啊你一啲都唔低，唔系真系咁讲。我知道，即系我哋好有限。嗯，但系神咧，唔系睇我做多少，而系睇我嗰、那个能力，嗰个 spiritually， 我系为佢做多少，愿意为佢付出几多。啊，我唔得，我低能，佢知道。啊，佢只有怜悯。啊，系咁咯。咁所以咧，可以讲得一世人。我做咗三个不同嘅职业，一个电影，第二个园艺，亦都好出名嘅、啊。第三个就系、是、因为园艺，使到我感受良多啊，好凄烈，好凄凉啊。神咧就一路咁喺度锻炼我、训练我，直至到拉屎一个今时今日同佢去传福音。一个演员系，一个系。姑且叫得好似冇咁好听咧，不过都系好尊贵嘅园丁。一个咧就系、是、福音使者，三个嘅身份系都系睇见神嘅手一路嘅系带领塑造。咁啊，基哥啊，嗯、你咁熟读圣经啦吓，冇讲冇讲。咁即系最熟嘅嗰、那个，最熟嗰个嘅经文，或者你最深爱嘅篇章。我最中意成本圣经咧，就我最中意就外篇。外篇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，有歌唱嘅，系秀兰你都熟噶啦。识啊，佢都唱。因为点解咧？当然好多人嘅见解唔同，有啲系认为边啲好，边度好，边度好金句。我其实咧，圣经每一句都有金句，如果讲金句就讲过。但我最喜欢呢，因为这个外篇呢是包含了神教我们怎样做人，怎样去看自己，怎样去对待人，就是教人怎样去对待神，怎样去仰望神，怎样去观察神，还有呢什么叫做爱，你呢是即是很浓，唔系笼统啊，好仔细咁教我哋对人对神，全部喺晒入面嚟。讲啲嚟听下，对自己先。对自己啦，嗱，对自己啦，你第一个开始啊，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恒久忍耐有恩慈咧，你本来就讲爱嘅啫，大致上啊，咁但系讲对自己，不对自己啊，呢、這个不做害羞的事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计算人家的恶。不轻易发怒，不喜欢不义，喜欢真理。好啦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啊。仲有，当你望到个镜嗰阵咧，不作害羞的事啊。你要自难做，你做乜嘢都系天知地知，冇人知咪割我咯骨咯，大佬天父知。系啊，点解？我想我教嗰啲弟兄姊妹，唔该你先，朝早入去厕所，总有难镜有快啩，望一望你自己，你今日得嚟嘅有冇生活改变得嚟嘅？如果你过得你一骨嘅话咧，你 OK， 你不作后悔就害羞啲事，你自己觉得惭愧啊！都唔使 ICAC 啦，唔使啦，唔使啲嘢俾人抄出嚟，唔使，咁你已经 OK。神早自己抄自己，日日清啊！嗱，呢个咧就是、你自己清自己啦。系对神啊，爱心啊，你嘅忍耐又有恩慈啦，即系母爱，母亲对儿女永远爱，但系仲系有嘅有限度啊！我识得啲人啊，揸住支枪等佢仔翻嚟噶，打死佢噶，知唔知？喺美国好啦，仲有对神嗱、啊、神。好多弟兄姊妹又忘记咗呢一点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盼望。点解相信生盼望咧？盼望咧就忍耐。好多事90%都落咗。我亦都主持嗰啲问答，有嘢即系唔系答问啊？神未动，人先动。
结果呢，我又用神呢同我哋保我多过任何嘢。知咩？哎呀，我等唔住呀，颠覆我顶唔住啦。我颠覆顶唔住，自己乱都唔做呀。啊，颠覆我未做个衰仔，你又搞到乱晒龙，唔同你搞又唔係。咁啊，呢个实在系历史嘅常规嚟噶啦，即系几时都系我哋搞祸咗，然之后神冇抌低我，如果唔系耶稣都唔使嚟啦。我试过一遍，嗯，你又系，我真系唔敢试炼神。我天父，我你系最好话唔好听，你系最公义，你讲嘅说话永远算数嘅。我说但是我每一次求你呢，你都是 very last minute 的恩赐给我的。但我一路交到他不会三十号给你的，但一路他又给你的。我说你知不知道，你是高高在上至高无上的神，我们是人来的。他一日未收到那笔钱呢，我们的心很急的，死很多细胞，你知不知道。我说你是不是要我们死那么多细胞，你照顾人。我说那我几时怕我要那笔钱，我知道我的能力找不到的，但是次次你都帮我过关，那现在我又要，我希望你早点给我，一是就不要给我，请我快点开心点、啊、去做我的事、啊啊、好了，讲完这句话两个礼拜后他不知道嘛，一讲完这个电话跟着电话响，就那笔钱就到，就是这样，这么奇怪。咁就唔使死細胞啊？唔使，定係话叫你其实你死唔死細胞係你嘅事啫。我总之应承咗唔会抌低你。有咁又唔啱，所以我心里佢一响之后，摆低睇个电话，讲完之后，我跪地求饶啊！我明白，我天父又认衰啦，认衰，知衰啦，交关啲知衰嘅麦基又嚟啦。系知衰，我真系衰。哎呀，我真系蠢，佢要知嘢天父，你系最公义嘅。你问，假如我问你攞100蚊，你一定唔会俾101，一定唔会俾99，一定系俾100，啱唔啱？公义啊！啊，我话一路要钱，你唔能够早啲俾我，我想早，我想俾早啲俾你衰仔啊！但是呢，你冇出声啊，你自己揸边啊嘛，你要我望俾你，好似俾咗之后你又话唔够，你又唔识开口啊，因为你要揸边啊嘛，你又唔知使几多，你威啊嘛，你咪照几多，我唔俾几多。自从嗰一次开始，跪地求饶我天父，我以后唔会喺你身上讲任何一个数字，唔敢规范佢啦。唔敢，真系尊佢为大啦，亦都系信佢完全慈爱，完全公义。你中俾几多几多、嗯，总之我有咁嘅问题，你同我搞掂佢，点知全部飞陀飞薄咗塔塔塔含，有多冇少？嗯嗯，学习依靠，完全开放地信服啊！全部你嘅，你话、嗯、我唔知使几多钱噶，系哦、啊，总之你知啦。嗰日我唔知有咩，你清楚过我。嗯，即系所以就翻嚟香港搵几钱。我都唔讲啦，因为我已经明白咗个道理，知唔知？好啊，对己我哋讲咗啦，对神啊讲咗少少啦，对人呢？对人呢？啊，对人我哋最紧要，人好多时人与人之间啊，嗰个错觉或者嗰啲有啲唔舒服咧，就系咧最紧要有一个包容嘅心。好难，要有包容嘅心，仲、啊、有一个通常都顶住噶嘛，仲要有一个。仲有一个聆听嘅心啊，好多人冇聆听嘅心啊，做到牧师嚟啊，你我唔知道你系咪啊？我听紧，听紧，真系噶，你一定有聆听嘅心。如果你冇聆听嘅心咧，我你点样爱心，我都唔会相信。你都我未讲嘢，得啦，我知啦。喂，我仲要我讲咩嘢？你知咩？啊，咁快拒绝人哋噶啦！聆听嘅心，包容嘅心。你有呢两个心呢，你就可以做一个即係对朋友好咩好，系一个好公义嘅人。你即係尽量尽你所能去学习一个点样去做一个公义嘅人。所以我内心都好好嘅，我内性都好嘅。
即系人嚟讲，即系讲，除非离晒谱，如果唔系咧，我俾你继续讲。就算佢喺你身上当我发泄咧，你咪借个身体俾佢发泄下咯。其实好多人俾钱都系去辅导，都系想人哋好地听佢啊嘛，系嘛？咁、我觉得呢个聆听系唔容易咯，系啊，唔容易。就系点样收埋自己把口啊，然之后仲系唔系扮嘢咁听、啊？是一心一意认真咁样听、哦、听出佢真正嘅感受、哦。有啲人讲话，你都唔使同我教我咁多嘢，或者所谓辅导我，你肯全神贯注咁听住我讲，本身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医治啊！多谢你提醒我哋呢啲做牧师嘅人啦、啊。有阵时真系我都听过一个笑话噶，有个牧师企喺礼拜堂门口咧。就是问候啲人啦，诶、，how are you？ 好嘛，咁通常啲人就诶、好好好，咁啊行咗去。咁有一次咧，有个人就牧师又系咁样招呼佢，诶、今日好嘛？咁佢话我阿妈死咗，佢啊咁真系好啦，下个礼拜见。咁都系呢个唔知系真定假啦，不过呢个系一个非常好刺激人嘅嘢咯，即系话你惯性地。其实好危险啊！我哋即系嗰个爱，其实是一生一世嘅操练嚟嘅，一少少唔觉意，以为自己系专业嘅，识得去表达爱嘅，传扬基督嘅爱，但系分分钟我哋太唔得闲，我哋太冇耐性。当我哋去到一个地步咧，以为自己高大到唔需要听任何人嚟到指指点点咧，咁嗰阵时咧，我哋就真系可以收得工嘅。直头系咧，即系有好多人系咁噶，真系咁嘅问题嚟噶。系、啊、我见到好多牧师真系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意。咁、我哋啲听牧师嘅，我做代表啦吓，基哥有咩得失之处啊？请你多多宽恕咁啊。好多谢你今晚黑俾我哋真係咁坦诚咁简洁啦，其实以你咁丰富，你已经係好有条理好有焦点嘅，将呢三个嘅行业，将你咁丰富嘅由香港拍电影去到美国做原艺去到返嚟香港，可以话係还福音嘅债。係可以还。原主係真系俾你继续有力量、有喜乐，亦都结出更多嘅果子。希望啲人记得啊，谂起啊，唔好话记得啊，即系谂起你嘅时候咧，即系唔系净系飞仔啦，而系真系一个好用心去到爱，好用心去到听天父嘅说话，好用心去到分享福音。希望咁啊，生命嘅改变。我觉得是无止境的，当然大家共勉，一起继续努力，又要咁话向前行、哦、多谢系啊。咁最后咧，如果你有任何嘅信仰嘅问题咧，都可以喺节目之后咧打电话嚟我哋嘅关怀热线，就系3106-4444。由而家咧去到12点钟都有专人听你嘅电话嘅、哦。咁去到星期五咧，继续有我哋嘅恩典时刻恩语之声嘅，拜拜，拜拜，多谢基哥，拜拜，多谢。尽头，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，一刻灿烂便要走。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。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，
收过后仍长存不老。谁人受痛苦被缘过在木头，自告的爱尽见于迟寸的手，看却再难反应爱没保留，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。生命全归主所有，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。